实在就是 SUM。 大家好，今天来到同一汽车，今天要帮大家推荐的是这一台2019年 Volvo V40 Cross Country。 这台车不只有三大保证，还有里程保证，目前汽车网优惠价105万。那我们接下来马上来看看这台车哦。来，现在来看一下引擎哈，我们这个引擎最高马力来到190匹，扭力最高来到32.6。那另外这台 T4 跟别台车最不一样的是，它搭载有四轮传动的性能，让你不管在市区平地还是上山下海哦，开起来都不会有什么问题。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内装哦，这个多功能方向盘，它不管是定速系统或者是音响的音量哈，都可以从上面做控制。那后面有这个换挡的拨片，那我们看一下仪表板哈，这个目前里程51104，这是有里程保证的。现在看一下中控台的部分哈，这台车不管是卫星导航或者说倒车显影都有，一键启动。Volvo 最重视的就是安全性了，除了安全气囊以外，车道偏移跟防撞系统这台车都有配备。来，现在看一下后行李箱啊。会推荐这台车的原因，除了 Volvo 本身就重视安全性以外，这台车身只有4.3米，让你在市区好开好停。另外，这台车有搭配四轮传动以及底盘加高40mm， 让你不管在面对任何路况都可以开得很安心。所以今天推荐这台好车给大家。最后再跟大家重复一次，这台是2019年 Volvo V40 Cross Country， 不只有三大保证，还有里程保证。目前汽车网优惠价105万，赶快来赏车哦！实在就是 SUM。